会打球，会生活。大家今天一起跟我来看看他们怎么过的。小八同学，好，这你们俩啊？多了你们。你喜欢哪一位？哎，今天让你今天让你翻台。喜欢多少钱？你们来晚了，你们要来早点，坐一排的人点。啊、哦，技师是吗？对啊。嗯，这是你们的治疗室是吧？对。里面还没。他这么多字是王一涵吗？可怜的王一涵同学。还偷拍啊！打个马赛克，终于把脸上打个马赛克。王一涵同学扎的全身都是针，就放松也有牵拉，然后也有这种帮他们揉啊，不用那么累的，就不用按全身嘛，就肩不好按按肩。像他这种按全套的，估计要俩小时吧。每天都来吗？你是每天都来吗？常客吗？请问是？我办的卡。哦，就像那个常住旅客那种是吧？我办的会员卡。所以每天都来。对呀、啊。不来就睡不着觉。划不来。我不来划不来，我觉得也是。赵云雷也天天来。我不是你，我是买的送的。哦。我们俩一起办的卡。一起办的卡，你做了他也可以来是吧？我是看他需不需要我陪他来。哦，有一个唠嗑的是吧？那几个队员呀？这个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正常说，不用紧张，就是聊天聊天。对的，那个全国观众说，你们说生意好，几个小时。就是一般你们就是结束了，就到队员都去，就是怎么治疗完，你们要休息的时候要到几点啊？这个时候11点到差不多的时候，都有吧。所以我们的那个大夫还是蛮辛苦的啊。但是我们大夫也是胳膊啊什么都挺有力气的，你看是不是？不用练力量，就是在他们身上练力量，对吗，拉拉？是这样的。治疗室虽小，但大到医疗仪器，小到各类药品全部备齐。对了，羽毛球队的治疗室现在还提供人性化的服务，可以电话预约，按完一个下一个再来，既省时了又省电了。我呀，能进吗？对呀，我们唱得多好呀，好配合我呀。这两天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这个也没问题，就算高了你上去，他们这个能力要有不然我就挑起来。你说太高了？就对，就太高了。我把质量拿好，就是这个，那，是吧？我退下来不要一下，我要够的去打你，压你，其他都没问题。那我就去治疗吧。对，治疗吧。你明天10点钟啊。好。OK。行，我。多劳多你啊，拜拜拜拜啊，是不一样哈、那个教练跟队员的感觉确实不一样。队员以前自己看呀，现在是要跟别人还要分析啊。那肯定啊，在场上几比几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，我就写下来，然后就跟他们讲，比如第一局16-17什么球，啊，比如第二局1-1的时候这个球好还是不好，我就写下来，然后到时候给他看嘛，就跟他说嘛。这已经不是陈金第一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队打比赛了。工作上的陈金尽心尽力，可在工作之余，陈导最常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翻手机照片看女儿。去年8月，陈金当了爸爸，女儿现在9个月了，父女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。每天看照片啊，或者跟他视频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对，这也是我比较伤心的地方。对啊，没有时间陪他们，尿个湿我都没有正儿八经完完全全给他换一次。你刚刚会爬了是吧？他愿意爬吗？还行。我觉得女孩都挺懒的，都不爱爬。不会啊，我们家闺女不爱爬。特别调皮，那刚刚会站，就是刚刚站才没2天，就自己扒着会站。他是什么时候剃的头啊？
他是满月之后提的，现在大了嘛，反正头位长就带他剃啊，后面就是。女孩就别再剃了。对啊，像男孩长的哈。对啊，你把人家都剃成这种小光头，人家多不高兴啊！你们小女生都愿意自己头发长长的。那天女儿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对他狠吗？你看说自己。该狠的时候就狠。该我问女儿。怎么样？女儿还好吗？挺好的呀。那你这几天出来看不到她怎么办呢？我也视频啊，跟你一样的。视频啊，然后一天不视频会不会想？还可以吧我。哎呦，那几天不见老公想想不想？比赛打得好不好也要看他们平时吃的好不好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看看运动员平时都吃的些什么东西，然后让他们在场上那么生龙活虎，那么有力。运动员吃的东西都还比较丰富，因为有青菜。有虾，有牛肉，牛肉主要吃了就是比较有力啊，这样的。根据就是各个队员的不同口味，所以都会有各种搭配，看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可以盛点什么吃这样的。成龙，你都喜欢吃什么呀？我觉得都可以，这个餐厅菜特别好。王一涵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基本上都打了。都打了，那为什么还是长肉呢？现在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脸，对，他长了十斤，我瘦了十斤。我说是不是我的十斤长到他身上？就是你吃的东西都长到他身上去了。我爱吃海鲜，爱吃海鲜，然后爱吃海鲜，爱吃，反正不太爱吃肉，不太爱吃肉，但海鲜蔬菜。爱喝汤吗？爱喝汤。基本每顿都喝两碗汤，差不多。看看男队员都吃些什么，我们现在来看看。你的，你好。怎么都这样呢？问你吃什么呀？因为你这么有力气杀球，人家业余选手也想学习一下杀球，为什么杀得那么重？就要看你平时吃什么，知道吗？就多吃牛肉就行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秘诀吗？多喝点汤。不用害羞，这个是我们，就是我以前还当队员的时候，都是我们的大师傅，经常跟着我们出去集训啊，大的比赛，国外的大型比赛，什么苏迪曼杯啊、尤伯杯，他也跟着去的。唐师傅，你跟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有知道这些，像男单这些成龙啊、林丹啊，都最爱吃什么吗？咱们运动员吃海鲜比较多，再加上什么吃辣的人比较多，你像张文磊了，他们好几个人都是成龙。他们都喜欢吃辣的，因为这边啊，南方广东人的那什么口味清淡，所以说现在给他们调理也有辣的，什么菜全都有，队员吃的还可以吧。